就是在面膜这个岗位，而是很细心很专心的话，把所有的面膜带入出来给所有的客户使用到最好的产品。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会让你们知道我们的 showroom 的话到底有多种产品，然后这些产品的话怎样显示出来，让你们可以更多的选择。所以我带你们进入到我们的 showroom。 其实我们面膜之家的话已经成立大概是有15年的时间，所以15年的时间当中，其实有很多客户都会来问我 OEM ODM 当中的话可以有什么爆品的产品来选择。其实爆品所谓的话，就是网络上面最火爆最火红的话就是所谓的爆品。所以在这边当中的话，其实我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个周期的话，我们都会生产一些产品出来。但是当我们生产产品当中的话，就会有很多客户群他不了解我们的产品，也不知道说要去哪里寻找我们的产品。所以在这边当中 MA 面膜之家的话就用了一个方式，那这个方式当中的话，我们就是用了大概是以我们旗下品牌有20多到30多个的品牌，然后把所有的产品的话带入到中国市场。我们用的是在网络上面线上方面的话做了一个引爆，所以引爆当中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哪一款产品在网络上面是一个爆品。现在开始我们面膜之家的话，我们会把所有的产品带进来到马来西亚，然后让你们去知道说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。啊，所谓面膜之家就是我们专属，就是生产面膜。所以我们面膜当中的话，大概都可以看到我们面膜的话大概是有好几百种。所以好几百种当中的话，我们就最特别抽选了一种，就是我们最好的网红爆品。所以我们这网红爆品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推发这一箱的面膜。可以看到多特别吗？就是这一箱的面膜的话，它就是水打磨完，我会正式推发，然后以最好的方式给客户尝试到我们的面膜。那陆续的话，我们其实也有好多种的产品，大概是有300到400多种的种类产品任你去享用。所以在此的话，就是非常的感谢客户的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